你有事吗？没事，你敲什么门啊？哎，这，你没事吧？这，你这个人怎么回事？平时挺小心的，怎么今天这么莽撞啊？关门的时候可是要小心点的。啊，看到我什么？你不想说就算了，走吧。哎，那你先告诉我，你刚刚干嘛去了？那你们是吃饭还是喝酒啊？好吧，那你早点回去休息啊，晚安。你干嘛呀？哎呀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